这个就是除氯器。家里养花总是用自来水浇花的花友有没有发现呢？土壤越浇越板结，出现这种原因就是因为啊，氯气在自来水中大量存在，会杀灭土壤的有益菌。所以啊，用上这个除氯器之后啊，你再用自来水之后，这个自来水是除氯的，没有氯气啊，养花起来这花的土啊就更健康了。在整个除氯器的内部啊，加装了快速反应的除氯球，所以它的水从这边进入之后，可以从这边出水，就达到了瞬间除氯的作用啊，可以大量的清除氯气，让出来的自来水是达到清新的、干净的、没有氯气的效果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像这样直接加装在水管的两节中间，这样我们直接喷洒出来的自来水啊，这些水就可以直接用来浇花了，它就相当于雨水的效果。因为雨水为什么养花好呢？因为雨水是不含氯气的，所以说啊，就相当于你不用存雨水了啊，直接用上除氯器之后，你的自来水就好像天然的雨水一样啊，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所以这养花啊，一个小小的除氯器还真是挺实用的。